九局下半，郭宏志投出，哎呀，坏球，两好三坏满垒。林总这时候决定上场，他到底有什么妙招呢？是 Subway 超级千金宝，新鲜蔬菜、现烤面包和绝不油炸的上等肉片。Subway 让郭宏志充满能量，终于投出关键一球，哇哦，时速180公里，三振，郭宏志赢了 ！Yes，Subway eFresh， 天天69元哦。